洪继光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著名战斗英雄，四川省中江县人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135团二营通信员，1951年参军，在上甘岭战役中，当部队被敌火力加制前进受阻时，他挺身而出，连续摧毁敌多个火力点，身负重伤，继续顽强爬向最后一个火力点，用胸膛堵住向我疯狂扫射的敌机枪眼，以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。所在部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他追记特等功，追授特级英雄称号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，一级国旗勋章。